来耶稣圣母神。我今天讲的呢，其实呢，希望大家明白，啊，每个人呢，立场有权利，你有信谁呢？应当因信谁教会的这个啊，圣同志，其实真是公，又从中途查下来的，这个教会才是真的，不然呢，都是假的，都是谁？都是强盗，啊，都不能呢。引导我们到天堂去，不然都是让魔鬼来破坏我们自日之圣之公的教会啊！大家呢记住了这一点啊，不要呢认为呢哈、啊、哪里人能正确，哪里人不正确，你要记住这个标准，自日之圣之公就从中途传下来的。比如讲现在的教宗方济各，他是这个哪里来的，是不是由执政执政之之公这个传出出来的，如果呢啊是符合这个标准，绝不从啊，你如果呢不符合，大家就会来反对啊，就来反对，所以呢希望大家呢，这个哈、啊、路线目标就明确，哈、啊、道路呢就走了这个正确，就走耶稣这个道路，耶稣这个门可以进可以出，啊，耶稣呢他、啊、是这个牧场是牧童，只有耶稣呢啊这个你的这个真正的教会才是真正的教会，其他呢都是假的。啊，都是骗人的，都是在跟呢耶稣基督相对抗的。耶稣基督万王之王，万军之君，帝王的真言篇你别跟我们讲，帝王篇跟你讲，帝王借我借做皇位，君王呢就借我定太平，就借着耶稣基督的权威，才能够平定天下天下，啊，才能呢做我们呢。当皇帝的位置，没有耶稣呢啊，提升他没有些耶稣基督的这个权力，通通都坐不稳啊，都是暂时的，就永远跟随耶稣才能够永远在世界上为王，再呢天国为王，耶稣基督就是跟从天主圣后啊，天主圣后呢这个命令他怎么做怎么做，按照天主圣父的旨意，所以呢才是在天国里面站在永远为王。我呢不多讲这件事情，大家呢都明白啊，大家都明白，你跟谁走啊，跟谁这个啊到天国去，只有跟耶稣基督顺利的这个教会才能呢跟呢因故一样的安全走天堂的道路啊，希望大家呢啊好好的反思啊，不要。